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平安。记得要讲华语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何主使用的器皿。当我选用这个主题跟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我想的就是我父亲，因为我父亲在我十岁以下，他真的是酒鬼啊！已经是酒精中毒的人，是已经没有药救的人了，只剩下两年生命的人。那时候他35岁，但是神为什么还会选这样的人？也没有读过书，只天天喝酒、吵架、打太太、骂孩子的人。在我们宗族里头，真的在的眼光真的是垃圾啊，真的是大家都讨厌的人。但是神却会选召这样的人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宗族第一位传道人。你想想看，哪有这种事？而且在他牧羊宗族教会20人当中，让我们宗族80%的人都成为基督徒。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改变这样的人，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？我想今天这个就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。今日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我们期待使用的物品最先进、最亮丽、更快速、更效能和高效能的东西。我们 iPhone 6有没有已经都在期待赶快出来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心态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平均来说 iPhone 我们这个手机都是大概每6个月就会换一只，都新的。我们都会去淘汰这些，除非我们这些年纪的人可能还会勉强 Q 把它抹来你看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在追求这样，都是希望我们身边的器具是最好的。我们想想看，神其实也不是，他不也是期待我们是最好的器皿。我们再看看医院，哇，这个几十年，我在医院已经有24年。这24年当中，就是一直讲品质，要服务好，这个东西要越好。如果别人有东西我们没有，那多糟糕！都是用这种想法希望我们拥有最贵重的器皿。哥林多前书3:16，他用上帝的同工来说明服侍上帝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服侍上帝的人，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同工，不是年纪大。今天我们看看我们来服侍的这几位姐妹，他们就是神的同工，来服侍神，要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神透过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是年纪小的我看到有的教会年纪小小的就在那里发福音传单，在做礼拜之前，这个都可以做，不是说年纪大小的问题。在这个时代里头，来成就神，透过我们来成就神的救恩，这是我想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很认真去思考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呢，神跟他所选用的百姓成为同工，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这种重要的观念跟认知啊。我们成为神的同工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有这样的一个强调，保罗说，我保罗是负责栽种，亚伯罗是灌溉，
上帝让他成长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，就是跟保罗跟亚波罗他们的角色，我们都看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栽种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灌溉。可是呢，让生命成长的，让这个果树有结果，开花结果是神的事情。那其中有两项重要启示，不管栽种或是灌溉，让树木成长是上帝，这已经很清楚。第一个我们要看，不管是栽种灌溉啊，让这个树木成长是上帝。第二，栽种或是灌溉都不算什么，要这样认知。灌溉、栽种不算什么，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工而骄傲。因为当我们说啊，我多卖力，我多努力，然后我们就可能会骄傲。因为一切是在于使他成长的，让他成长结果啊是神。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因为我们只是他的器皿。这个就是我们悲哀的事情了哈。经常听到教会里头的人这样说了哈，长老会哦，啊，就会有消极态度，他们批评我们长老会没有反省能力啊，自叹不如，林良堂台府教会坚持教会的兴旺。我认为教会的兴旺不能端看这个数量的多寡，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，使生命成长茁壮是神的工作，我们的职责端看是不是认真的栽种灌溉。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栽种灌溉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福音的工作看作是重要的事情。我每次看到曾医师跟丢肉，他们为了教会，为了教会事工，真的是投入了。我真的是看见他们所带领的各项活动，他们真的是非常认真。神就是看重这些了。可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啊，林良堂台府教会金石教会负责人，周神助丢了我的背景了，台府教会的刘牧师也是长老会出身的，金旗教会的萧牧师也是长老教会背景的，那就是长老教会培养这些人，让这些人认识上帝，只是他们吝啬一个主，认真的传福音，重要是在这边，他们认真的回应上帝，认真的传福音。更何况上帝不分教派，天国不是只有长老会，也不是台北，也不是金旗的。无论我们是何种教派，只要努力传福音，蒙神喜悦跟奖赏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去认真思考的，就是我有没有认真的栽种，我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树好好的顾好。提摩太后书2:20，用另外一个方式上帝说明上帝的同工，或者是所谓服侍上帝的人。保罗用何主使用的器皿来勉励我们，他真的是保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他合用的器皿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神的同工，这个同工就是要合用的器皿。不可否认，在职场中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，不一样的成就或者是专长，其中的差异不是那么的重要。只要大家是同心协力，在不同恩赐当中，不要看清自己的智慧，因为智慧是来自神那里。不要看清我们的才能，你用你的标准
标准的看你有多少的才能，可是上帝是看另外一部分。业贵重所发出来的果效是更好，但是等一下我们就会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啊，是神认为贵重的东西。因此保罗教导我们要努力做，由卑贱啊变成贵重可以主使用的器皿。所以这段经文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啊，到底神他认为何用的器皿是什么样的人物。哦，我想很简单，就是不难，你只要记住这三点就可以了。第一，要成为自洁的人，你要是一个自洁的人。什么叫自洁的人？他说人若自洁，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贵族所用，来做各样的善事。最简单的就是你要自洁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自洁，我们怎么可能会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，让人家说，哦，你是有信仰的人，你是认识基督的人，你这样的这种生命，你如此这般的生命而已，我怎么可能有力量啊，能力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呢？那前几期大概三十几年教会公报刊的一则消息，说明一位黑道大哥变成传道人了。啊，在信主之前，他是非常的排斥啊人提到耶稣这个人，黑道人物把耶稣吃，但是当然我们就知道他啊会被，如果他知道有人要提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会嘲笑，他说做黑道这么久还想要上天堂啊。我想他是啊，他说也公开说过耶稣是他的敌人，因为他知道他一起大杀啊，不洁的人怎么可以跟那个所谓圣洁的人结连在一起呢？啊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体会他的那种心情。在偶然的机会当中，他说要参加教会的机会之后呢，有很多，我想这个机会可能是类似告别礼拜，因为这种黑道怎么可能有机会到教会？因为这个啊，可能是他的亲戚有不得不要参加，所以他就去教会参加礼拜。那礼拜之后呢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关心他了，就打电话邀请他说来参加教会的礼拜，传福音给他。那么这个大哥呢，觉得这个，奇怪，你们教会的人怎么那么的啰嗦啊？怎么一天到晚打电话叫人家哦，要信耶稣啊？他就说：“看你们教会的人比我们更加啰嗦呢，哦，更加恶呢，一直勉强别人呢。”哦，他就叫唤呢，哦，他是干嘛说安利了？在他打，因为这教会的人真的不胜其扰，一直打电话给他。他就是后来最后一次了，去参加你们的礼拜。牧师就跟他说，他知道已经决心说他不要到教会了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如果以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不能解决了，牧师知道你是做恶多的人，那我可能没胆子啊。哦，所以他就说，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就要哦跟耶稣讲了。你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把事情告诉耶稣啊。后来他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想到牧师讲过的话，哦，好了，这我不多了，我不能改观，我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我只好就把这样的事情后来交给耶稣了。可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真的耶稣帮助他解决他很多的问题啊，他说仰望神的帮助，透过这样的互动关系，他渐渐体会到这个耶稣是真的又真又活的上帝，连黑道神耶稣都愿意来帮助引导他，让他慢慢雕塑这个黑道成为明白真理的人。现在麻烦就在这里了。
他认真的向过去属下的3000多位的小弟，他是香港人啊，3000位小弟，还有他底下12位女人啊，还有他12那些小孩子，哦，现在啊悔改认罪啊，叫他们来信耶稣嘛，希望他们永生之年能够为主使用，让这些人能够认识神，成为神的器皿来管传福音。你像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黑道的人，在我们的脑海中，这个打打杀杀的人，哪有什么好下场？但是神却要选择他为成为他的器皿。所以，何况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很在意，要为主成为神的器皿，我相信神也是一样会重用你的。第二，要成为温柔的人。我想我在医院，哦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。公务员呢，你的高位丢肉嘞，个做主管呐，公务员呢哦，公务员好难在个国家文局，然后呢，人都会期待说，我们讲话真的是要很温柔。我们要知道，你要成为神的器皿，不要忘记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要温柔的人。而且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圣经教导我们哈，来提醒我们。提摩太后书2章24节这样说：主的仆人不可争吵，应该和气待人，啊，殷勤善导，温柔规劝对敌哈，敌对的人，使人反悔，得着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在这个部分下功夫，要知道我们在言谈当中。是不是温柔？我想这是很重要。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，对不明白福音的人，必须用温柔的语气跟和善的态度，不要跟他们争吵。不仅态度温柔，还要动机良好。哎，不能是嘴巴说说而已，不是来电那种灾了哈，而不是在演戏哈。最近我们看到新闻啊，这半年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那个官员，然后啊，财团官员在那里挂钩了哈。啊，其实我深深体会到，我为了在88选战之后，为了要争取那个33的那个目前争取到最后争取到这个土地哦，我们就深深体会到这个官员哦，跟这个财团挂钩，他早就已经画好这个地方去。我跟财团已经讲好，有就是要做这个阿里山的那个缆车的这个路线。那，啊，你们原住民八八水在说，为什么要来乱这个？哦，来争取这个好，这么好的土地。那明明那个土地是我祖先住过的地方，我当然这个又是那么安全的地方，我要争取回到我前祖先住过的地方。那，啊，结果就是在那里什么神奇抗争。甚至最后几招就是，哦，就是挡那个阿里山公路，好几个哈，就是因为，阿里山是热门的路线，只好就在那边抗争挡，只要几个人10个人就可以来挡很久，然后下一波又到另外一个哦，就反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后来不得不哈，哦，抗争了3年，最后就答应了，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官商勾结，那就直接跟他说。啊，你的票就是这么少啊，不是安慰啦，就是他说选举的时候票太少了，我们州主的票太少，所以我懂。另外常听到有些哈，人在分享说，哎，这个非基督徒哦，在追求这个基督徒异性朋友哦，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哦，达到目的哦。等到得手，因为一般的人，基督徒的男性、基督徒的女性都比较乖巧，哦，人家就在那里秀丽了哈，啊，但是呢，得到手之后呢，我也看过这样的，啊，不再理会信仰，不再去教会了。所以温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人，啊，温柔啊，啊，这个给你陪伴半年、一年甚至一年来追求，可是呢，得到手就。啊，虽然辨识真假也是很重要
我们要求使真的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成就所发生的事情。因为我说我们的眼所看到是不够深不够远。第三，神看中的器皿就是愿意顺服上帝的人，切啊，不要因为我要做上帝的工，而有自己的做法想法，如此不能成为主重用的器皿。如果你一天到晚是只是照自己的想法，忽略了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想你不太可能成为神的器皿。所以你一定要顺服的心，要揣摩神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要经常自我反省，为主工作的时候是否出自欢喜的心，而非固执己见。我们是不是很难与他人达成共识，这时无法达成目标，因为坚持己见，我们更何况更不可能说会合主的旨意，或者是产生更好的果效。那有时候我看教会的陷阱，哦，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那里就动手动脚的。然后我想这个教会陷阱的时候，无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总会，我都看到这样太多人的因素在里头。哦，没有认真的寻求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旨意，然后用人的方法来处理人的问题，我想绝对不可能蒙福的。耶和华与我们的关系是他要我们遵照他的话，是要可以上帝使用的器皿，而不是我们要有很大的才能，我们有很大的恩典，或者是我们很有能力，很有钱财。我发现很多的人，虽然他有好的地位，他有很大的潜力，哦，他有很好的教育，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好好的透过这样的管道来成为神的器皿，来引导人，来归向神。我想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遵照这几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上帝的这个大家庭里头，我们是属金的，还是属银的贵重器皿，还是只是一个这个茶嘴，还是透嘴？那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合足使用的器皿，这是我们要一直努力的。总而言之，刚才已经讲很多，你只要记得这三点就可以了。第一，要合主使用的器皿。第一点，要离开邪恶，成为圣洁的人。第二，成为温柔待人、亏欠敌对你的人，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这三点啊。我不要说哦，我是因为我没有钱，我怎么可以做贵重器皿？我的地位不高，我不能影响别人。我想这个都不是重要，重要是这三点：你有没有这样子，这个远离邪恶？你是不是温柔？你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？就这样而已，神就会用他的方法，透过你目前的状况，来成就那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去影响你，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。我想这个就是神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怎么样成为合用的器皿。我想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这样自立以努力，神的奖赏就会得到他的奖赏，像这些目标，神就会将满满的祝福赏赐给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已经让我们认识你，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忘记你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同工，我们要成为你的器皿，
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越拥有你，我们就越拥有你的福气，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。世上一切都会吸引我们，但是我们更渴慕神的荣耀，神的祝福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成为你可以的器皿。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